随便前几天正式举行开幕了，大家也都辛苦啊，忙了不少天。现在还有一些贵宾啊，在此地给我们共同学习，还没离开。那么也正好在这个时候，我接受印尼那边朋友们的邀请啊，参加当地一个宗教联谊的活动。明天我就要下山啊，本来明天还可以讲一堂课的，因为从香港运来的货柜今天才到，这里面有一些礼物啊，我们开幕典礼的时候就没有用上啊。那么这次有缘到印尼去呢，也正好派上用场。不过时间呢，匆促了一些。啊，现在南半球是夏天，我就想到扇子很好用。啊，上一次在浙江，铁老书记送了我一箱折扇啊，所以我想利用明天这一上午的时间呢，我来写几把扇子作为礼物啊。所以明天上午啊，这两个小时啊，我就不讲了啊，下午休息之后啊，我就到布里斯本啊，晚上跟那边的同学，还有从台湾来的一个团体啊，晚上大家了做个聚会啊，解答他们的问题。那么后天早晨我们就启程了啊。1月2号回来啊，回来我们继续讲华严经。在这几天我们看到江一慈老师的千手观音，非常庄严啊，人人看到啊都生欢喜心啊。我们深深相信这是不朽的作品啊，流传于后世。另外他画了一幅伟大的地狱变相图，总共长度啊有50公尺啊，50米
啊，这个土高有60多公分，啊，长有50米。我听说，过去吴道子曾经画过地狱变相图，但是我没见过。在我想象当中啊，他这一幅图肯定超过吴道子。这是在艺术史上，在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作。我相信跟法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功德了，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我们发现把这个图复制。现在响应的人很多啊，照原来的图一样大，复制1000套。我们有意思赠送各地的博物馆啊，让博物馆来收藏展览，再加以说明啊。另外呢，可以把它缩小，做小的卷子啊，那么成本那就降低很多了啊。可以一般呢啊，我相信佛弟子喜欢供养的人一定很多啊，中国的艺术家乃至于外国的艺术家，我相信呢都乐意收藏啊。至于在佛教上这个教学啊用途呢，那当然最理想的还是把它做成 VCD 或者 DVD 的光碟啊，详细的讲解说明啊，我相信2片呢，应当就够了啊。那么这真正是弘法利生呐！啊，把《地藏本愿经》里面最精华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啊，有图有说啊，在教学里面，这也是祖师大德们啊，那佛菩萨不必说了，极力呀提倡的因果教育啊，在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到民国年间，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城隍庙啊。城隍庙里面有阎王殿的10殿。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我还是在很小的时候啊，6、7岁，常常啊跟着母亲到城隍庙去烧香，每一去一次呢啊，
就细细去看一看一次阎王殿啊，十殿阎王大人会给我们讲造什么样的恶业，你看看就是这样的果报啊。从小真的说是先入为主啊，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敢有过失啊。为什么呢？知道啊，造作罪业要受果报啊。以后年岁大了。啊，离开家乡在外面工作了，那就很少看到城隍庙了。城隍庙是有啊，各地方都有，但是很少进城隍庙啊。于是这些印象逐渐逐渐就又模糊了啊。等到学佛了，入了佛门了啊，读了《地藏经》了，读了《太上感应篇》了，这个印象呢，童年的印象啊，不知不觉的又浮现起来了。啊，早年社会上人认为是迷信。现在我们知道的不是迷信，连西方人也相信啊，因果报应呐。前天从美国买来的这个。美国的预言家，这睡眠的预言家大家都知道啊，啊，凯西。啊，这一本小册子买了不少本。啊，中文的一本呢，我们在台湾啊也买了二三十本。准备在学院呢作为英语教材啊，大家在这边学英语啊，用这个做教材啊，啊，语文也学会了，而且一定加深我们对于轮回因果的认知肯定。凯西说得好啊，啊，我这个书中文一本我读过啊，我把里头重要的这个句子揭露了十几页啊，最重要的揭露了十几页啊，他肯定世界任何一个人在他一生当中决定没有突发的事情啊。换一句话说，正是中国古人所讲的一赢一捉莫非前定啊，啊，他肯定人身体有死亡啊，身体有生有灭，物质啊灵性不生不灭，而且呢，灵性呢，生生世世都在学习，那是真正的自己啊。这个身体灭了之后啊，他又去投胎呀，他会再来呀，啊，肯定啊，人有轮回。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啊，
他这些资料不但在美国，全世界许许多多人都在研究，因为他的资料非常完整，14000多个案例详细记载着，确确实实有轮回，确确实实有善恶果报啊。我们学了佛之后，这些资料我们一看，跟佛经一对照呢，完全相应。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基督绝对不是一个人，基督的精神，基督的意识就是爱，跟佛法讲的佛法是什么？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你看看这个意思多接近。他没有接触过佛教，那我们今天学佛，佛是什么？佛是觉悟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呢？我们迷而不觉，现在我们希望呢觉而不迷，但是学佛先决的条件，也就是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你要不知道，你这一生学佛要想成就很困难。那么第一个信念是什么呢？你一定要肯定，要认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正头如儒家所讲的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初不是刚刚生下来，刚刚生下来，现在我们知道人轮回过去无始未来无终那初是什么呢？初就是过去无始最初，那是本性本性是善的但是呢，很不幸，一念妄觉，这就堕在无明里头，于是越迷越深。愈陷愈不能自拔，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如果你有这个认知，你有这个肯定，惭愧心就生起来了。你看看诸佛如来，我也跟他是一样的，诸大菩萨我也跟他是一样的，他们都成菩萨成佛，见思尘沙无明，一扫而光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们今天的身心是个染缸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佛在经上常讲84000尘劳烦恼我们
这一生通通具足啊。有什么脸见佛菩萨？有什么脸面对自己本来面目？此世今生啊，总算是运气不错，遇到佛法，遇到真善知识。真善知识是谁呢？本师释迦牟尼佛。真善知识佛虽然不在世了，但是他的身教因身教化了，因身变成了文字依然流传在人间，我们有幸能遇到遇到之后这最重要的要认真学习有同学来问我，学习是不是什么样的经论都要去读呢？都要去看呢？说的没错，但是也不完全对为什么呢？你看不懂，你不能弃入换一句话说，你的烦恼习气决定断不了。不相信试试看那这个不能叫学到底怎样才叫学学这个字，你们查查字典怎么讲法，这个字的本意是效法了，实习这叫学释迦牟尼佛是个什么样的心，我们要在经典里面细心去观察诸佛菩萨、化身菩萨，他们用真心呢。我们六道凡夫、九法界众生，用妄心呢，用心不一样。用真心这就能成佛成菩萨，妄心可不行，妄心用的正什么叫用的正呢？正那就是放弃自己的想法看法做法我自己想怎样怎样，错了你为什么这样说法呢？佛在经上讲的，你没有证得阿罗汉以前，你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阿罗汉就可以相信自己意思呢？对，阿罗汉是证据，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换一句话说，他的思想见解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只要心里面还有见思烦恼，
啊，见思烦恼是什么意思呢？见是见解的错误，思是思想的错误。啊，思想怎么错误呢？思想里头有贪嗔痴慢疑，见解里面有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你的见解怎么会正确呢？啊，你的思想怎么会正确呢？阿罗汉这个断掉了，所以阿罗汉才是正知正见呢。啊，能相信自己意思了，这一点是学佛的基础。是学佛的入门，啊，那就是初学佛的人，怎样才能够上轨道？啊，才能慢慢的入佛境界？哎，你得听话了，啊，没有人管教你啊，你要自己约束自己啊，随顺佛陀教诲。佛陀的教诲太多太多了，啊，你要一样一样的学，你学一百年你也学不完，啊，那怎样呢？啊，佛给我们讲过了，八万四千法门，你只能走一门呐，啊，这一门通就一切都通了。你要懂这个道理呀，啊！啊，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里面又选择的是持名法门，啊，净土法门也很多，啊，我们走的是持名念佛，依据。小本弥陀经跟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跟小本弥陀经都是主张持名念佛的，啊，我们走这个路子，这个持名念佛怎么个修法呢？佛在观经里面教维提西夫人往生净土的方法，在没讲之前先给我们讲净业三福，啊，这是什么？你想入佛门，你想修行正果，你先要做准备工作。净业三福是准备工作，啊，你充分的预备，啊，然后才能起步，啊，净业三福里头第一个是孝亲，啊，第二个是尊师，啊，啊，亲是父母，这个事情对现代人来讲难了，啊，为什么呢？现在人从小没有接受过伦理的教育，他不懂得什么叫孝，啊，也不知道什么叫养，你说这个难吗？真难呐，啊，孝养父母这个题目，这就是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如果在大学里头开课教学，至少也得个4年呐，8个学期啊。学什么呢？学孝养父母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啊，奉司司长，司长是谁呀？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司长如何奉师呢？要向老师学习，学得很像，这才叫奉师啊！啊，学得不像，这不行啊！菩萨、罗汉、历代祖师大德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我们今天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菩萨、罗汉、祖师大德是我们的学长啊，他们修学已经有了成就了，可以做我的榜样，可以做我的模范啊。他代佛担负助教的责任啊，他是佛的助教啊，我们依他就跟依佛没有两样啊。那么他所依靠的经典，他不能自己啊造一部经来教我们，这个不可以的啊，那他就不是我们善知识了。他所使用的教科书决定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他把他自己修学的经验、修学的心得为我们说明，让我们一起共享，如是而已啊。啊，这个我们称为善知识啊，啊，我们称他为和尚。你要知道，第一和尚，和尚是清教寺啊，第一位和尚啊是释迦牟尼佛。啊，他们是代理和尚，代表和尚。啊，孝亲尊师，你要懂。自己修学有没有成就？印光大师讲得好，完全在你自己沉浸。在中国社会常讲的敬业，你对学业、你对道业有没有尊敬的心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我们许许多多人经年累月呀，学了多少年了？十几年了，几十年了，烦恼习气一点都没有断啊。什么原因呢？你对这个道学没有诚意呀。我有诚意啊，是的，你自己以为有诚意啊，这个不是假的，你说的话不是假的，但是你那个诚意不是真的诚意，你自己都误会了啊，自己不晓得自己的心是个妄心，妄心里怎么能出诚意呢？哪有这种道理呢？
啊，因为儒家讲，儒家讲诚意，讲正心，也有条件的，也不是随便讲的。啊，你看儒家讲，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啊，诚意，这个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啊，格物是什么？啊，那这个就真正做功夫啊。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做？啊，物是物欲，用现代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五欲六尘的贪念呐、啊。那么，你对于五欲六尘的贪念有没有放下？我常常勉励同学们呐、啊。你想真的学佛，想真有成就，想真正有把握往生，啊，你必须要放下自私自利，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五欲六尘，要放下贪嗔痴慢。啊，这个贪嗔痴慢里面就是包括是非人我。你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你的烦恼习气就去了一半了，你的智慧也慢慢就会开了啊。经典里面的话了，你能听得懂了，你能体会到里面的意思啊！啊，换一句话说，你会尝到法味，你会得法喜。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见五祖所说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你有没有？如果你见到五祖，你跟他说：“弟子心中常生烦恼。”嘿，你是凡夫啊！你学佛，你没有得到啊！啊，佛法殊胜功德的利益，你没得到。啊，你要得到的话，决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尤其我在讲习里常常说，常常提醒，为什么呢？大家都犯这个毛病，那就是对一切人事物有控制的念头，有占有的念头，这就迷了啊！诸佛菩萨绝对没有这种念头，视线在世间呢，啊，或者是主持佛法了，他为正法救助，为利益一切众生，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这个自私自利的表现就是要控制一切人事物，要占有一切人事物，没有这个念头啊，所以他不生烦恼，他只生智慧，啊，对人、对事、对物，决定遵守佛陀的教诲。啊，佛陀给我们讲的多半是原理原则，
啊，我们一切的作为，总是以这个为标准，啊，不至于太离谱啊。啊，所以用心，用真诚心，烦恼不断，真诚心不能现前。啊，我讲的这十六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去掉了，放下了，你才有一点诚意。啊，印光大师讲啊，一分诚敬，两分诚敬，三分诚敬，有了，有个两三分的诚敬了，那就很了不起了。你学佛能得两三分的受用了，从此之后，你的功夫逐渐向上提升，境界越来越佳了。他怎么不欢喜呢？那法喜充满了啊！这个是学佛真有受用啊！啊，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佛法衰微到基础啊！啊，早年。90年初，那个时候，我每年都会到北京去一趟。啊，去干什么呢？看黄念祖老居士。他在中国讲《大乘无量寿经》，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呐。我在海外也是讲这部经。啊，前几天我把李老师传给我的本子给江老师看了。当时在座的许多人都看到了这个本子，50年前李老师在台中讲的，啊，在台中法华寺，啊，那个时候我跟他没见过面，啊，你看他的眉柱毛笔，啊，规规矩矩，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小段，啊，他都注得很清楚，我跟他老人家10年，他就把这个东西交给我，当时我一看到就非常欢喜，啊，我给老师报告，我说老师啊，有你这样这么详细的眉注啊，我学讲这个经呢不会有障碍了。啊，老师笑笑，嗯，现在不可以讲。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年岁太轻了，功力还不够，如果遇到有人反对障碍的时候你抵不住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本子收下来了，啊，打消啊讲这个经的念头，到台北去讲《大佛经首楞严经》。
一直到李老师往生，我就又想起这个本子。这个本子许许多多人没有看见过，这原本在我手上所以我就发心引一换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老师啊，正告品位啊。没有想到这个本子印出来的时候到处结缘呢，每一个人看到都欢喜于是乎都来找我，法师啊，怎么样讲一遍给我们听听所以第一遍是在美国讲的那么从这个之后啊，这就讲开了，讲到现在是第十一遍了这第十一遍是在新加坡讲的在此地呢我们是讲华严那么这两次在新加坡讲这个经，我去一次讲五天，连续讲五天，听众超过3000人法缘依然是很兴盛由此可知欢喜听这部经的人，这部经的缘分特别殊胜这是经的功德了，不是我的力量我没有这么大的福报怎么知道呢？我讲经讲了很多但是讲任何一部经，听众总没有讲《无量寿经》听众那么多所以我就知道这不是我的功德，我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是我，是我讲的好的话，应当我讲任何经典都有这么多的听众他没有只要讲《无量寿经》，人就会那么多。比讲华严经的听众还多感应不可思议所以我们学习一定要认真努力尤其要懂得一门深入，常时熏修现在以无量寿经修行的人很多每天念五遍十遍这个还是做预备工作，你没真干呢什么叫真干呢？要把无量寿经上讲的道理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训确确实实用它来改正我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经本一展开续分还没有到正宗分，续分就把修行的三个纲领提出来了善乎口业，不及他过；善乎身业，不犯律仪；善乎意业，清净无染。你看看总纲领就提出来了，身口意三业清净啊！我们懂不懂这个道理？三业清净就是真诚的流露真心、朴
菩提心，真心是菩提心的，啊，他就透出来了，啊，这叫修行。跟《坛经》里面能大师说的是一样，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也有人说，法师啊，那人都不见世间过，这人不变成白痴了，不变成傻瓜了，那怎么他连个善恶他都没有能力辨别了？啊，那傻子不要吃，啊，那都真修行人了。啊，这是你自己错会的意思。今天祖师没说错。啊，他们有定，有慧。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什么叫不见世间过呢？不把世间一切众生的过失放在自己心上，这叫不见，不是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变成白痴了啊！为什么不放在心上呢？如果把世间一切众生过失放在自己心上，自己的心不就变成垃圾桶了吗？那就错了，我们六道凡夫就是这样的啊，喜欢把别人的过失，把一切不善呢放在自己心上，让自己的心变成垃圾桶啊，心已经变成垃圾桶了，你这个身还会健康吗？心里头有严重的染污，你这个身受影响啊，你身体就不健康了啊。佛菩萨心清净，决定不把一切不善放在心上啊。他怎样呢？他跟我们相反，他把一切众生的善放在心上，使自己的心呢纯净纯善。净生智慧，善生福德啊，所以他的智慧他的福德天天增长，高明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人与人之间，六道凡夫里头最大的毛病是情执，这个人跟我很好，那个人我不喜欢，情是迷呀，迷才会有执着啊！啊，所以生活是修行啊，处世待人接物，佛菩萨是用智慧，用真诚清净平等心，用真实智慧表现出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这个大慈大悲呀，是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做依靠啊。换一句话说，慈悲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的表现啊，里面是真诚清净平等觉，外面显示的是一片慈悲，大慈大悲，这个里头没有情执啊啊，所以慈悲就是爱心，他的爱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就是没有执着，
他的爱是平等的，没有分别。啊，他的爱是觉悟的，没有迷惑。用这样的心过日子，用这样的心办事，用这样的心处事待人接物，他样样做得圆满，样样跟佛菩萨相应，这叫做学佛。我们懂不懂？我们会不会？啊，如果不懂不会，你要认真学。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啊，下面还有一堂。